美国确诊破96万社交距离有效吗？看外面的人是非常少，但是还是很多人没有戴口罩。我们现在是在高速上面，感觉上呢车流量比以往要多一些。现在的时间呢是下午2:30左右的时间，但是车流量有明显的变多。Okay.